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给我奶奶买的好东西到了，一会儿打开看一看去。奶，哎，我给您买的好玩意儿到了，有啥好玩意儿啊？您100%没见过呀？没，我没开开，你都知道我没见过。那打开瞅瞅呗。瞅瞅，奶，哎，您睁大眼珠子看着啊，嗯。这不飞喽。那边还没弄开呢，这飞不了，卡在了。你这啥纸包纸裹的？这啥呀？圆不烂的似的。王八蛋！你还是王八蛋呢？这真是王八蛋！你确实是王八蛋。这买的真是王八蛋呢！滚一边打去！哎呀，跟您说这话呀，没法解释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这都是啥呀？你说这王八蛋都骨子说的。真是王八蛋是咋着？王八蛋，地道王八蛋，也叫甲鱼蛋。我那啥呀，见过吗？没见过，吃过吗？我更没吃过。你瞧瞧这王八蛋坏了，这人是坏王八蛋不了。对，你瞧这没法要了。让大家伙看看，正八本的王八蛋也叫甲鱼蛋，这是120美，送我奶奶的礼物。送啥不行？你非送王八蛋呢？你咋这特殊啊？服去啊！这是120枚，回来付出120个小王八。你说我也没看过，那小王八蛋都这么大点儿。那可不得。要不你说这老太太骂孩子小王八蛋，真是小王八蛋哈，一渣都不假。我也没看过这王八蛋长这样。哎，看不来呀，这还一车呢。还一车王八蛋呢？这一层是60枚。一共2层，120枚。啊！哎呀，完了，王八蛋掉地下了。哎呦，这啥呀？没有，快点。那是呢？跑门缝来了。门缝哪有啊？你把门开开。可了不得，我瞅瞅吧。哎呀，真是。那你说，这名咋这晦气呀？他真是小小烟雾烂子，真是王八蛋撩了。还没摔坏啊！你说那老太太骂那孩子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晾哪去？你说这真撩了！你说，你送我这些个甲鱼蛋干啥使啊？孵啊！哦，孵化小甲鱼，回来咱搁咱院里边挖游泳池往里放养玩儿、哎，真可以呀、啊！要那样的，奶、那您猜猜这120枚甲鱼蛋花多少钱？猜对了吧？猜对了吧？我给您点奖励，50块钱。50块钱没人卖，这120枚全是受精的甲鱼蛋，花了我90片。哎呦，那么贵呢？要是不受精的都30-40，受精的都贵。这个啊，跟您孵那鹅蛋田数一样，30天都出壳。大家看看，小峰买的120枚甲鱼蛋怎么样？让我奶奶孵化小甲鱼玩去，来中吧。那倒试试吧，都怕孵不出来。孵不出来，咱都炒吃。那都吃王八蛋了。想跟我奶奶啊研究一个那个烤肉的架子，就是那个托盘，因为我奶奶不搭个腰吗？想弄点烤肉吃，但是一直啊没有找着合适的。奶，要实在不行啊，都弄块铁板得了，受热还快，往上一搁。哎呀，那铁板它没有铁锈味儿。那是啥呀？使那钢烤吧。使那钢啊！你上那儿瞅去。我瞅去。啊。使这钢，使这钢啊。这个中吧。这小钢。啊。这小钢往那腰上搁也大呀。打算崩两半儿。崩两半儿。啊，我那两块有，那个有个炮呢。小炮是吧？啊，那小圆的，都跟炸弹似的。中吗？炸钢啊。试试，要不他使斧子把它剁开它了。使斧子剁开它弄不开呀，使那一炸它都可以有大半儿啊，懂吗？你瞧瞧，小孩玩的那小炸弹儿、小炮子似的，小圆的，多好啊！炸了吗？试试去。炸坏了不心疼啊？不心疼，随便炸。别让我赔钱啊！不让你赔。
本来下的是跺脚，没炸坏。这炸不动，围了也小点儿。哎，这次咱用这个三个鞭炮把这缸炸了，最后啊把这缸扣了上盘，这样炸，它都炸了它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！炸的挺有艺术感，挺完美是吧？对，这回中了，但烤盘是挺好，这边是炸了，但是这边刷刷刷刷都搁这两份。小鞭炮是真叫好，风且大缸跑不了，汪下的一下子都两半。您知道这叫啥吧？这叫啥呀？这叫小鞭炮炸大缸，瞎老太太直提裤裆。我真是找修理了，我看你那是。那胳膊你刚才你提着裤裆直跑。我害怕，我是让我在这一拽。开始生火烤肉，开始倒油，油热，开始下肉。把碗里边搁点蘸料，这都开整了。味道不错。着了，弄一大口肉。啊！把啤酒再喝上。着的吧。一口酒，一口肉啊！好酒。来，这烤肉可以吃吧？可以吃，真可以吃。孙子，这回我真服你了，你说这肉渣一烤它真好吃啊。那必须的嘛。哎呀，真得下回咱们还得这么着的吧。你那缸不白炸啊、哦、真是不白炸，高了呀，不香啊，真叫香，还挺嫩，这肉小啤酒就好肉，越吃越没够。